这都是在一跟二之间嘛，哈。双方的功能前线这样。这也是一二之间。二三呐、啊，二三吗？三角形是三。哦，这个三角形比较多。这是什么？食道。食道啊。胃。这功能比较差一点，这四比较多。点问题，胰脏，胰脏有点问题，肠道，这都差不多四号功能。这是哪里啊？喉咙跟气管，这是肺脏，肺。这都是一二嘛。这二跟三之间，这个就蛮偏。他的胸跟肚，气管支气管。母亲眼睛漂亮。老人家这种显性功能是不错，要去看一下心脏。这是什么？心脏的横切面，这很好啊。四号点就是四号点都还没有到五跟六，所以说保持的还算是 OK。他等下看就知道。那个先检测后报告这样子，这个胸腺哦就比较就在四号当中。这是什么？脑下垂体。这是颈椎吗？颈椎的颈椎内侧切面，
检测出来不一定会比老人家更健康。喜欢六，就三跟四之间，四。你妈妈都好认真看哦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膝关节，它的脚，脚的膝盖的部位。嗯，他那膝盖部位就比较那个地方就是好一点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左背骨，右上背骨，这个是脚的那个，来看他的那个报告书哈。嗯，等一下，我先把它停掉。